你听见没有？只有你才能把他赶走。我怎么赶他走啊？下这么大雪，这么冷的天，我怎么赶他走啊？再怎么样，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怎么报恩，我不管。但是有一条，你不能让他待我们家，听见没有？魏国，这是魏民自己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处理吧。你们家来这么一位，你受得了啊？那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这么说话。我怎么了？我已经够忍让的了。怎么着啊？啊？你想让我跟咱妈似的那么宽容，那么大度？啊？你别告诉我，咱妈都快被气死了，你没看出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啊！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办？这可都是你惹的麻烦。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出面，我可就对他不客气了啊！你敢？嘿，你看我敢不敢？你对他不客气看看，你要敢对喜凤不客气，我就抽你！你试试。哎，我真就怕你了，我。魏国，我跟咱妈说去，我。魏国。太抬举他了！我长这么大，我还没住过宾馆呢。哎呀，让你去你就去吧，你啰嗦什么呀？快点，妈，大衣穿上，快点。好。我帮你拿吧啊。不用。哎，我帮你拿吧。啊，不用不用。哎呀妈呀，这旮旯太好了，我能住这儿吗？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特意给你安排的，让你跟魏民在一起，好好过个年。那魏民也跟我一块住啊？怎么你不愿意吗？那感情好啊。可是我还没过门呢。再说了，魏民哥心里是咋想的呀？魏民心里只有你。真的呀？当然了，魏民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他说了，他特别特别爱你，他还要娶你呢。芳芳是咋回事啊？芳芳跟魏民闹着玩的啊，他们俩根本不可能在一块儿，你别往心里去啊。那魏民哥咋就不敢当着你家人的面答应要娶我呢？魏民也有难处啊，你想，爸妈这关不好过，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农村人，没有城市户口。再说了，刚才你也看见了，我们家左邻右舍那些邻居，多难相处啊。魏民的压力很大，那就看你的了。你要是真心爱魏民，你就应该勇敢的去追求。还追啊？我不都追这儿来了吗？你得把魏民追到手啊，而且你得把魏民带回去。带回去？把魏民带到你们那儿，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才能有着落，懂不懂？你们的小日子才能过得踏踏实实的，幸幸福福的，懂不懂？那倒是。走吧走吧啊。哎呀，你还看什么看？这房间都是一样的。是吗？啊，那我那也这样啊。当然了，这条件不错吧？那感情好啊。魏民
洞房，你看，这缺喜字儿，缺窗花，缺红绸被子，还缺绣花枕头。喜凤，我想的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你咋想的呀？魏民和喜凤去住宾馆了，还挺开放啊。这对于他们俩来说算不了什么，喜凤是魏民的房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同心同德。魏国，少说两句行不行？我说的也是事实啊，你看东北女人性子烈。 爱上谁？那连性命都能搭进去，爱谁谁。告诉我，他们住哪个宾馆？心字头上一把刀，你还是忍了吧，啊！魏明根本就不爱我，他欺骗了我的感情。他是个大骗子！姐，你一定是误会魏明了。什么误会啊？他都跟那个秃头去住宾馆了。哎呀，你得相信他。 你忘了，他当着咱们两家人的面，不是已经答应跟你结婚了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要嫁给他。那好吧，就让他跟那个土豆好去吧。那也不成，那也不成。你看，还是心疼了吧？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过，凡事不能操之过急。你现在什么都没搞清楚呢，就跑过去闹，万一他真的急了，你以后跟他怎么相处啊？ 这件事是魏民不对，不能回来以后啊，我狠狠地骂他，再打他两下给你出气啊！别哭了，别哭了啊！我想喜凤啊是个明白人，他会想通的啊。明天我再找他好好的谈一谈，你先睡觉吧。 喜凤啊，那个，哎，我说，有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吧。你先回宾馆去睡吧。我不睡宾馆。那你要睡哪里呀？睡家里啊。不，这家里它，这地方太小了。再说有两个小伙子，他不方便呐。有啥不方便的呀？在我们家那个一家几口人都睡一张炕，也没不方便呐。哎呀，我就睡家里了。 艾玛，他不去住了，那要不我去住，反正钱也花了嘛。那也只能这样了。但你记得，明天你就把房退了，要不这不是浪费钱是吧？我知道。
那我穿上衣服我就去了啊。我娘走得早，我已经忘了跟娘一块睡啥滋味了，但我还记得我娘小时候老给我唱一首歌。娘，你会唱歌吗？要不我唱给你听吧，我娘老家的歌老好听了。睡吧，喜凤。啊。啊。睡吧。我跟你讲啊，这么搞下去会越来越糟糕的。他根本就不合适你，也不合适我们这个家。魏明哥，你没睡啊？嗯。那你们好好谈谈吧。让你跟我谈啥呀？魏明哥，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爱我，你说天天想，夜夜盼，做梦都梦着我，我在你心里早就开了花结了果了。我啥时候说过这些话呀？你37里说的呀。你偷看我日记了？我不是故意偷看的。那阵你晕死过去了，我不想让你把心里的那份情给带走，所以我才看的。喜凤，日记里的那些话，它不是写给你的。你是写给我的，要不你咋对我那么好呢？因为你们家都对我好啊，你是一个好姑娘。你还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所以我要对你好，你知道吗？不是你骗我，你对我好是你爱我。在我去插队之前，我心里已经有别的人了。日记里的那些话是写给他的。是你回城以后才变心的吗？媳妇，我一直拿你当成是我的好房东、好妹妹，但这不是爱，你明白吗？我和芳，就像芳芳说的，我们俩读中学时候就好上了，我俩的感情它不会变，也不可能变。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来，我不该来你们家。可我要是不来的话，我就得喝农药啊。 乡长他们家天天来逼我，娶妻的教子都已经抬到大门口了。我要是嫁给二秃子那个混球的话，我就对不住自个的身子，对不住自个的心。哥，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来。 在心眼里是想好好的跟你过一辈子，贝贝哥，你就娶了我吧。
坐呀。过来坐嘛。哎，嗯，你热不热？我不热呀。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我都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而且我这心里还砰砰砰直跳，真的。哎，不信你摸，特明显，是吧？心里跳不跳？哎，你还真别说，我就觉得你戴这个红色的毛巾吧，还真的挺好看的。什么红毛巾啊？围巾？合了吧？是我是想说围巾来着，说错了。我问你，就是好几次想问，没机会。上回你跟我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哪回呀？什么哪回啊？咱们俩在一起还有几回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谁呀？谁呀？你们俩是夫妻？是啊，结婚证呢？拿出来看看。忘带了。忘带了？那你们俩可不能在这一起过夜了。凭什么呀？有法律依据吗？就凭结婚证。不是跟你说了吗？忘带了。忘带了就不能在这待。我付了房钱了，你凭什么不让我在这待着？你疯！圆圆，哎，你干嘛去？圆圆，哎，你别走啊！你也别走。圆圆，你回来。我教你溜冰，你怎么也学不会。我还真希望你摔倒的，那样我就能抱着你了。嘿，你还真的摔倒了，倒在我的怀里，哎呦，把我给乐疯了。我紧紧地搂着你，都快把你给融化了。突然我惊醒了，原来是在做梦。搂在怀里的是一块冰，我哭了。泪水和冰水流在了一起，我听到了水滴声，仿佛在悄悄地说着：“我爱你。”这么想的，要不我们俩就赶紧把结婚啊、登记啊这些事儿都办了得了，办了之后以后不就不会有这些尴尬了吗？是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哎，要不这样，我们先登记，不办事儿，这样行了吗？不行，我觉得吧。
就得等到结婚的时候再领证，这样才有意义呢。那我们家房子不就成魏民的新房了吗？哪还容得了你嫁过来呀？你什么意思呀？啊，合着你着急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跟你弟抢房子呀？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你想反了，是魏民回来跟我抢，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呀。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你看，怎么是我小心眼儿呢？你看魏民现在闯着祸啊，媳妇儿要赖在北京不走，那我们家麻烦可就大了。魏民，哎，魏民，喜凤不见了，你快点起来吧，喜凤不见了，快点，喜凤不见了，去哪儿了？我哪知道去哪儿，你快点啊！魏民哥，我走了，我不会去喝农药，也不会再来找你。这些松子仁儿够你吃一阵儿了。你要记住啊，你的门牙松了，可千万别嗑硬的东西。哎哎哎哎，你到哪里去啊？我去把他找回来呀！哎呀，你这到哪里去找啊？妈，不管怎么样，这大过年的他从乡下来找我，我总得对他负责吧？哎呀，可是你这么去找他，他会误解你的。真是的，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吧，没想到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妈，这件事情是我没处理好啊。哎，你就听我一句话好吧？他走了正好，你就让他走吧，顺其自然。哎呀，不行！哎，魏明啊，姐，姐，姐，今天一大早喜凤就走了。那魏明呢？追土豆去了，非他莫娶。哎，你这种人还有心思洗脸呀？还不赶紧劝劝去？我怎么劝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我可干涉不了。不行。我可看不下去。哎哎，圆圆，你少管闲事儿。这怎么叫闲事儿啊？我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懂什么呀你？哎，圆圆，圆圆。算了，算了。我要是嫁给二秃子那个混球的话，
我就对不住自个的身子，对不住自个的心。伟明哥，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来，那心眼里是想好好的跟你过一辈子的。伟明哥，你就娶了我吧。 魏明啊，你干嘛在这儿站着不进屋去啊？不不不不，我就在这儿等你啊。我听老于说媳妇儿不见了，怎么回事啊？哎呀，他留了个纸条就跑了，我这都找了2天2夜了，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哎呀，哎，你报警了没有啊？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哎，会不会回东北老家了呀？ 谁知道呢？我想追到东北去，妈死活都不让我去。也是，你去了要不在家呢。另外啊，别惹你妈生气，我听说她心脏不好，是不是啊？哎呀，都是我不好，瞧这事给我闹的，真是的，大过年的。好了好了好了，也别怪自己了啊，想办法找媳妇儿吧。 您放心吧，爸，等我找着他，我听您的，不管怎么样，都给他个交代啊。是啊，这人一心里还有个数啊。妈，您倒是再吃点啊。嗯，我等魏明呢。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没准追到媳妇家里去了。你别吓唬我。是魏明吓唬您，不是我。 听我的，他怎么能这样呢？是，你快进屋去吧，吃晚饭，快点。行，改日吧，改日吧，我改天再来吧。嗯，什么改天呢？那改哪天呢？您说改哪天？能找到媳妇儿再说。啊，这是两码事儿，爸，快进去吧。爸，太冷了，我得回去了啊。 别告诉你妈我来过哈，快快快，那太冷了。您多穿点儿。啊，知道。回来了。怎么还没睡呀？我怎么睡得着啊？真是。 输了，妈找去啊！你不听我的吧？我的事儿您别管了啊！这外头多忙啊！别管，就是因为妈没有管你，才给我惹出这么多的麻烦。别管，那您就别为我操心费神了，待会儿血压又该上去了。你要是真心疼我呀，那就别再去找媳妇了。不行，妈，我得找着她。 我得找着他，当面把话说清楚了，把这事儿有个了断呢。不是，这媳妇，她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她不会再来找你了。你到哪儿找她去啊？那她现在人在哪儿呢？你说你把她找回来能怎么样啊？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操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了，找一个工作。哎呀妈，这是两码事儿。 媳妇，他救过我的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本来就应该报答他。更何况，他是为了我逃婚来到北京，可就是在我们家，他愣是被赶走了。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心思找工作？真是。你说的这些，妈没有意见。咱是得好好的报答人家的，可是他现在面临的是婚姻问题，你解决得了吗？啊？
你能娶她，所以妈的意思就是，她自己走了，那就让她自己走吧，是吧？她会想明白的。哎，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啊？ 找到了吗？哎，我这就去公安局。去公安局干嘛呀？找工作得去劳动局啊。哎，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喜凤的事儿呢。他关我屁事儿！我告诉你啊，找不到单位的话，你就落不下户口。就算你找到喜凤了，又能怎么样呢？和他一起扎根边疆啊！我没想那么多。你必须想。 想到底想穿了你就明白自己到底该干嘛。哎，等等，干嘛呀？拿着。哎呀，我不饿，我吃过了。吃过什么了呀？你吃过了，看你瘦的那样，快拿着呀。 你不生我气了？吃饱了你还给我买吃的？Good morning, sir. Is this the Foreign Trade Bureau? Which de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somebody about trading silk. Oh, you will find silk departments on the 8th floor. You can take the lift. Okay. Oh. Ah,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Very, very well. Our country is opening up, you know. More people can speak in English. No, follow me. <笑>妈，你英文说的真好。<笑>你要是好好学呀、啊，你也能这样啊。学，我好好学。我要不好好学啊，我对不起改革开放啊，我更对不起您养我这么大，是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喜凤，而是找工作。哦，刚才田主任来找我了。 安排工作，那好啊。对了，你还是劝劝你爸，让他住回来吧。要想让我爸搬回来，就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悄悄问声好，默默祝平安，送走海水枯，迎来欢笑颜。
双手捧新郎，日子比蜜甜。幸福的花自己裁剪，勤劳的人心心相连，深深的情是我的思念，深深的爱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心深深的爱是我的心愿。